继 Lisa 收到死亡威胁后， BLACKPINK 另外一位成员 Jennie 也遭到了死亡威胁。有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发文威胁，称要让 Jennie 从这个世界消失，对方还直接晒出了相知。目前发布该消息的账户已经冻结。Black, pink, 可愛らしい